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魏勋。轻松，现在心里呢极其的轻松，就是之前一直有压力啊，然后也有这个每天都在为比赛的事情，就是每天要排练啊，要彩排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现在突然一下觉得好轻松，而且很想睡觉，而且想吃肉。没有，之前一直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冠军。我是那种就参加这个比赛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因为每一场我都会觉得当做是最后一次，然后只要把这场比赛比好了就行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比赛收获最大的其实就是一方面是自己的心态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就是心越来越宽了，就是面临就是任何的大问题，我的心都会很就是不会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大起大落，就是那个叫什么一日喜不一日悲。然后另一方面呢，还收获了健哥啊，还收获了健哥的药啊，还有我们那个 Sholo Team 的小猪哥啊，对我都非常肯定。然后还收获了这个我们的代言人黄子韬，非常的挺我。然后包括就是陈立老师，到最后也觉得之前可能他没有关注过我，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我的一些歌曲还有我的一些性格就是呈现出来了，可能陈立老师对我有所关注了。是吗？谢谢陈立老师。我的微博一直有关注你啊，你能不能互关一下呢？怎么一比完赛我都忘了呀？我记得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每次彩排都不尽人意，也是奇了怪了。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当时我们在导演组选歌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他们就说过提到过，就是花花唱过这个歌嘛。我说我也听过，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首先它是华语里面比较经典的歌曲，就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我很喜欢那首歌，而且里面的歌词刚好符合我现在的那种，就是整个人的那种想表达的情绪，它那个歌词特别好。我就是我不一样的人，我在这个比赛当中我就是做的是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坚定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坚定自己的音乐梦想，我坚定自己内心的一切一切的事情。我有很大吗？看我这张脸应该只有20岁吧。不过跟年纪没关系了，年纪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最重要的是看你的面容心，就是面由心生。说到哪了？我的心里面的话应该是在应该是还蛮成熟的，但是你看我这个样子的话就是18岁，对，然后我的那种状态也是18岁的状态。哎呀，这个很有名，这个现在这很有名，这个大家当时你会不会觉得很肉麻？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还就是蛮感动的，因为我是粉丝。对，其实这句话我就是对粉丝，就对我的宠爱们说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理解？可能说你刚看，哎，快乐大本营这说了啥呀？这是什么宠爱？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对啊，很突然。所以这种话就是讲给懂我的人听的。风筝有风，海豚有海，魏勋是有宠爱的循环什么的，说是有宠爱的。对对，我是还是那句话，要说那句话吗？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是有宠爱的。2017快乐男生魏勋。
很宠。好像是吧，反正大家还对我都还挺，还每次见的也不知道这是爱还是什么，大哥。为CP，为鸡CP，这个微博，真的是难听啊！那个为鸡我都已经受不了了，然后还有一个微博CP，还跟谁有CP？基本上都有，最喜欢的是应该是王卫和魏姬吧。憋着，都憋了，昨天晚上憋了好久啊，昨晚一直在那里。上场之前喝了蛮多水。困难颜值担当，十五强颜值担当应该是巨来提吧。好像巨来提更帅一点。我一年四季都不穿秋裤，因为我带了秋裤，我那个腿毛很浓密。就是随时随地就可以撩的吧，就是就不经意间撩住你。看到整天都感到会不会想说什么？可爱。你见什么环境都可爱，你最想说什么？我能不能给你看一个呀？这个是王子明给我做了一个，都可以，都是我的歌曲。那个熊三岁的起来这种帽子。